俄市召开抗旱工作会议。俄市五一旅游火爆。欢迎收睇台山新闻，以下新闻嘅详细内容。4月30日，俄市召开全市抗旱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全市抗旱工作。由于去年俄市降雨量偏少，属偏枯水年。据市气象部门统计，2014年年平均降雨量1763.5毫米，比当年平均值减少咗近16%。再加上降雨时空分布唔均匀，同水库调蓄能力有限，导致俄市水库蓄水量普遍减少。今年一到四月，俄市平均雨量合计234.8毫米，比常年平均减少30%。截至4月29日，水库现有蓄水总量约1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蓄水量减少49%。全市水库可用水量仅占总兴利库容21.3%，大中型水库除大龙洞水库仲有5600万立方米相对多一啲之外，其余中小型水库80%接近死库容。有些水库死库用水量已抽干或者基本抽干，全市不少镇出现了用水紧张或者缺水情况，形势严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伍仲房要求各镇及相关部门单位将抗旱工作作为近段时间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揸。各镇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抗旱措施和方案，并做好各项应急措施，及时调整用水计划，确保生活生产用水安全。4月30日下昼，省政府召开全省依法推进治理违法违规用地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通报全省治理违法违规用地专项行动督导检查情况，分析当前存在问题，部署深入推进专项治理行动。近两年来，广东违法违规用地出现反弹现象，呈现出面广量大高发态势。我市亦都存在违法违规用地现象，仅是今年以来，全市就治理违法违规用地99宗，立案85宗，结案41宗，拆除违法建筑面积9450多平方米，复耕土地2.5亩。会议指出，当前对违法违规用地的治理力度以及成效，与减少存量、遏制增量的总体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亟待加大力度强化专项整治。各级各部门务必结合本地实际，针对督导检查当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对照方案要求，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表、落实责任、突出重点，从严查处，全力打好治理违法违规用地攻坚战，推进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持续好转。本台记者张志强报道。5月2日上昼，参加2015年国际旅游小姐竞逐的嘉礼门，经过一轮专题旅游主题比赛，身披20号战袍的骆月瑶摘得台山旅游大使称号。骆月瑶来自广州大学新闻学院主修播音与主持专业，目前是在校的大三学生。在围绕台山旅游资源主题推介中，骆月瑶将自己在这次活动当中亲身体会到的台山优越的滨海风情、浓郁的华侨文化、悠闲的温泉度假，一一介绍给观众评委，最终赢得了台山旅游大使桂冠。据我所知呢，台山呢是一个全国最大的侨胞之乡，还有中国曲艺之乡、中国音乐之乡，是一个文化非常浓厚的城市。那么呢，我觉得台山呢是拥有非常广大的这个海外侨胞市场的。我想的是说呢，把我们这些国际旅游小姐认真清楚地了解好台山的文化之后，把台山人的精神发扬到我们的国际的大舞台之中。据了解，这次台山旅游大使的评选是继2015国际旅游小姐广东赛区总决赛之后，组委会推出的广东旅游慈善大使总决赛活动之一。大赛由进入2015国际旅游小姐广东总决赛的前10名佳丽参与角逐，通过选手分享对台山旅游的推广想法，最终选出台山旅游大使，为宣传台山文化旅游走出第一步。据主办方介绍，广东旅游慈善大使总决赛活动启动之后，将借助国际旅游小姐品牌魅力，不断招募各地优秀人才加入到竞赛队伍当中，在广东范围内开展旅游推广、文化交流以及爱心传播公益活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诞生各地区的旅游慈善大使，最后在今年11月评选出广东旅游慈善大使。本台记者张志强报道。在这里全力推进全域旅游的我市五一小长假迎来了今年第一个旅游高峰，前来我市滨海景区弃沙踏浪欣赏侨乡文化品味侨乡美食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大旅游景区人头攒动，形成了人海车海的景观。五一当日早上九点几，川岛山咀码头第一停车场就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车辆，山咀码头隔离的各个停车场亦都挂出了车位已满的告示牌，而山咀港售票大厅的购票队伍排到了大门口，整个大厅挤满游客，船务公司全力疏导人群，做到船满就开。川岛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川岛派出所干警全部取消休假，投入到整个五一旅游安保工作当中去，确保游客顺利过岛。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假期到川岛旅游的游客有3.6万人次，比去年增加1万人次，特别是第一日上岛人次为2.1万。我们今天在勤务上啊，分为两组，啊，一组是固定的位置设定卡位，这个检查，啊，同时这个帮助游客，啊，这个上船、上下船，另外一组是我们这些武装巡逻组，啊，这个担负着反恐还有土突应急的任务。五一嚟一个地方假期是一个唔好嘅，系一个唔错选择，系啦系啦。准备去上川岛玩啊！玩两日，两日。五一前嚟我市游玩嘅游客，大多数系一家大细，自助游为主。而受到下川潮人径、北斗罗近半岛地质海洋公园以及海角城古洲岛一批新增旅游亮点嘅吸引，五一我市嘅旅游呈现全面火爆嘅场面。新台高速、沿海高速以及铜鼓海边道路都出现局部拥堵，而海边的多家旅游景区的酒店住宿亦都是一房难求。据统计，今年五一期间，我市各景区景点都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三日全市共接待游客26.2万人次，同比增长15.4%，旅游收入1.54亿元，同比增长26.4%。本台记者张志强报道。五月一日上昼，2015年台山玉石文化展在市政贤体育馆举行，5000多件美轮美奂的台山玉精品迎接藏家和爱好者的鉴赏。本次台山玉石文化展由市民广申局、台山玉石协会主办，作为今年首个全市台山玉藏家倾力参展的展览，吸引了市内外台山玉爱好者和玉石雕刻工艺师的关注目光。本次台山玉石文化展共展出100个展柜、5000多件台山玉石藏品，另外还展出一批台山玉原石。台山玉石协会会长赵卓明介绍讲，台山玉石既有和田玉的坚密细腻，亦有寿山石的华美绚丽，是一种可赏可换的玉石。最早是在民间收藏发展，至今已经有17年时间，由养在深闺人美色演变成为身家百万，台山玉声名卓起。假以时日，台山玉石定可名扬天下，成为我国又一名贵玉种。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向广大群众展示出台山玉雕的艺术魅力，传达台山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次的活动呢，摆出的呢全部呢都有很多藏家的正品都摆出来，所以我们通过这次这样的活动呢，的目的呢就是更好地宣传我们台山玉石的文化，宣传我更好 在全国各地呢玩石界呢有一滴之位，让大家呢都要认同我哋嘅台山玉嘅文化啊！本次台山玉石文化展将持续到5月7日，展览当中唔单止有精品嘅展示，仲有台山玉石嘅作品原料现场展销，以此提高台山玉石嘅热度。台山玉石协会人员介绍，由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地质工程学院制定嘅台山玉广东省地方标准，有望喺今年年中发布实施。届时台山玉在加工和交易过程当中有章可循，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台山玉市场，从而促进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台记者朱文星报道。
今日是五四青年節，今日上午團小委在育英中學舉行新團員入團宣誓儀式，企我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代言活動。隨著激昂的國歌奏響，活動正式開始。在鮮紅的團旗面前，新團員莊嚴宣誓，老團員亦都重溫了入團誓詞。隨後，學生代表們在台上發表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習感想，表示將為社會主義價值觀代言，號召全體青少年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立為國奉獻志志，以實際行動譜寫更壯麗的青春樂章。團史委呼籲全市廣大青少年和廣大團員要發揮帶頭作用，強化愛國情懷，堅定理想信念，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素質，用青春和智慧為台山發展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我覺得加入共青團是件很光榮的事情，不仅能为共青团做贡献，而且能在那里学到很多的知识，能丰富自己的人生价值。今日上午，全市仲有多所中学举行了新团员入团宣誓活动。本台记者黄中元分离报道。新闻播送完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登录百富网 www.tsbtv.tv 或者扫描关注百富网微信。稍后有百富新闻，再会。国际旅游小姐广东赛区总决赛圆满落幕，全民健身广场舞大赛，大妈们闪亮舞台。